阿库达达，新加坡多元种族多元文化，对不对？听说你第一首歌是要送上马来歌曲，对不对？对。阿库达达，这个马来语，怎么了？很低，怎么了？马兰，还有加巴布，好。好了，来了，我的妹妹真的是不会马来话，不过会唱马来歌，对不对？可见呢，她的用心呢，大家应该呢给她多点鼓励掌声，欢迎她这一首《Titanju
首大家耳熟能详的电视剧、连续剧的一些歌曲，希望大家在场的每一群朋友都会喜欢。 大家耳熟能详。